家好呀，我是乐朵，今天来做手工灰姑娘的城堡。拆开包装纸，这里放了五倍数，有四张，现在来一个一个拆。终于拆完了，我第一次做，不懂要怎么做，看来看去拿来拿去，我还是不废话了，请自行观看。这个马车我真的不会弄，弄了很久还是看不懂要怎么弄。我还是先放弃弄马车，太难了。马车我研究了很久，终于弄好了。如果想看我和叶黎一起做手工的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谢谢你们的观看。